你看我们这个房子是我们的，其实也不是我们的，只是暂时是我们的。嗯，它曾经是别人的，它曾经变得废墟。你知道，它只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个观念，全部都是暂时。我们两个的关系也是暂时，但是是非常，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暂时。 你知道吗？这个暂时太，而且好久哦，太棒了。嗯，所以希望有来世了。来世我当导演，当演员，<笑>不要做这个行业了。<笑>好啊。 你要叫我拖吗？不需要。OK 了。嗯，等一等，把这个光慢慢散掉。来世。 所以我一直喜欢废墟，就这样子，因为就跟你讲，就是这样子，这个世界都是一个假象，都是一个虚幻的。嗯，这跟废墟有关？有啊，真最真实就是废墟啊，全部东西都会变成废墟啊。人也是这样，你看以前多好的皮肤。 有废才有，有废就有剩啊，有剩就有死啊。我喜欢废墟，我们的电影都是废墟。那只是没有化妆而已，化过妆还是很美。你说这个房子，这房子很漂亮吗？嗯，废的美。那房子漂亮不漂亮是跟它的环境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还有你有没有打理它？很简单的房子也可以很漂亮，可很贵的房子也可以很丑啊。 是看你怎么去用的，对啊，嗯，所以美丑是什么？